写入病书就好了。他这样讲，对吧？有富豪猫的路上的那个旅馆不住，因为他在经理民宿嘛，就在台东那一块。旅馆不住，他在跑到车上来是鼓励那些的那个舞蹈那些地方的民宿。他跟我说，你想看看。这个好好的房间不睡，还睡在你火车上面。那火车上面的话，又叮叮咣啷的，有时候万一是你火车会通过，你说会舒服吗？而且你不要跟地方抢那个抢那一块嘛，是吧？其实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是一种方式的。对，我这十个车厢，我能提供多少房间？没有，我跟那个观光旅馆不一样。其实跟观光，其实我们可以转个念啊，就是包厢性质，但是不见得是要我。但是要包厢，因为人还是重隐私嘛。在欧洲其实不会人这么大一点，你走到不是走中间了，你走到是走左边旁边。那你这样一隔的话，我们这边的空间就是都是我的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这边就两间呐，那边一间呐，这边一间呐，然后走路走外面啊，那我们家庭聚会六个人、七个人这样一间，我觉得很好。这个也是，对，到不了，这个可能会没 sense。